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琛。今天是2018年10月12号，星期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集市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集市网以及集市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雷阵雨和雨夹雪的天气今天都结束了啊，全省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并且全省气温略有回升。不过大家还是不要大意啊，最近天气变化明显，添加衣物御寒那是少不了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我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为16度到18度，夜间最低温度为零下1度到4度，长春最高气温为17度，夜间最低气温为4度。我省东部地区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安全。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滴滴将上线黑名单功能，司机和乘客都有权设置。北京动物园一只大象竟走失，警方辟谣该信息不属实啊，数了一遍大象都在。河南上演暖心一幕，小男孩给礼让的公交车插国旗敬礼。江西司机高速路上奇思妙想，饿了竟拿高速公路当餐厅，露天吃大餐。延吉市连续7年蝉联全国综合实力100强县。国际方面，为了驴的健康，希腊农业部出台新规，200斤以上游客禁止骑驴。体育方面，世界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3-1战胜俄罗斯。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为了规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切实预防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制定了《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建立监管管理和监督管理和自律管理相结合的反洗钱监管机制。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包括规定从业机构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机制，有效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提交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开展涉恐名单监控，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管理办法规定，从业机构应当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反洗钱调查，依法配合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管理。在监管处罚方面，管理办法规定，从业机构违反本办法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整改，依法予以处罚。从业机构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本办法规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昨天0时起，连接我国东北和长三角地区的沪哈空中大通道1期空域优化方案正式启用。它的启用开辟了一个东北地区去往华东区域的空中新出口。沪哈大通道1期空域优化方案合理利用海上空域资源，通过划设海上部分衔接航线，有效串联起东北地区现行航路航线和华东地区海上航路，进而开辟东北地区去往华东地区的新出口。该方案新辟2条航线，里程650公里，增设及调整的班机航线走向154条，每日直接或间接影响航班约260班。新辟海上航段与现行内陆航路一并构建起东北地区往返华东地区单向循环运行航路编组，重点优化整合沿线交通流走向，打造了一条北起哈尔滨、南至长三角地区、全长3000多公里的空中大通道，使得原双向对飞的单一航路彻底实现来去分开、隔离飞行大通道格局。沪哈大通道2期、3期优化方案计划2020年推进完成。 届时，沪哈空中大通道将向北延伸至中俄进出境点，向南延伸至东南沿海。昨天是世界镇痛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希望在检查治疗的过程当中舒适无痛。舒适化医疗目前已经成为临床医疗的发展趋势。 作为镇痛的主导学科，近年来麻醉专业水平持续提升，麻醉相关死亡率降至12%，与发达国家的10%相当。麻醉技术应用人群从胎儿、新生儿到100岁老人，解决了不敢和不能手术的问题。在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治疗和干预是有效的，同时呢，保证它的这种舒适。所以现在对各种的急慢性疼痛， 在临床的医疗过程当中，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无痛胃肠镜是近年来国内增长速度最快的检查项目之一，增速超过50%。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出台《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的意见》，要求拓展麻醉与镇痛服务领域，优先发展无痛胃肠镜、无痛纤维支气管镜和分娩镇痛、无痛康复治疗，将疼痛管理向基层延伸，探索居家疼痛管理新模式，让患者享有更高质量、更加舒适的医疗服务。 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啊！10号晚上，一则质疑消防的帖子火了啊！一杭州网民在微博发帖称，自家养的狗被链子绞住了大腿，向当地消防求助。消防员啊，这个消防接线员是多次声明只救人不救猫狗，并挂断了电话。于是该网民质疑当地消防不作为。 11号，应急管理部消防局官微回应称，消防员依据国家法律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基层消防队在不影响正常执勤站位的情况下，也会参与社会救助。应急救援资源有限，解救小动物这种困难并不能100%的满足。我们永远是人民的消防队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很多网友都对消防的回应进行了点赞。那么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滴滴出行微信公众号10号发布消息，即将于10月18号更新的滴滴乘客端和司机端的 APP 进行试行的 黑名单功能，届时乘客和司机可能在取消订单、投诉评价页面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蔽后的12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配订单。试行期间，加入黑名单后暂时不可取消。除此之外，已有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和未成年人乘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将继续优化。 最近一段时间，“霸座”一词是频繁地进入公众的视野。近日，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获得通过，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实行，其中明确规定旅客不得强占他人座位。 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第34条规定，旅客应当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不得强占他人座位。该条例还明确了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铁路旅客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对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以及严重违反铁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失信行为进行记录，并按照规定推送全国和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买什么位置，你坐什么位置？那你霸占从民事上来讲是侵权，那现在这个条例再一次把它点明。 我想，不仅民事上是侵权，行政上面，如果你霸占他人的座位，那肯定导致乘车的秩序紊乱嘛。那受到侵害以后，我觉得应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如果你构成违法了，将会对霸占座位的人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包括罚款。 这样的立法是立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借鉴这种做法。出行的规矩当然不容破坏啊！近日，从杭州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名旅客在飞机的卫生间内吸电子烟，被机场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近日，在一趟从杭州飞往长春的国航 CA1907 次航班上，乘务员发现机舱卫生间有人吸烟的迹象，然后呢，确认了呢是付某旅客刚使用过卫生间，但是呢，这个旅客并不承认他在卫生间吸烟。当飞机降落以后，乘务员再次打扫卫生间的同时，在纸篓里发现了他吸过烟的烟头。 然后呢，我们经过跟他再次的核实，他承认了自己的违规过程。民警介绍，飞行途中吸烟会污染机舱空气环境，甚至导致火灾。我的电子烟，啥样的？我看看来。这个啊，烟头呢？烟头我们现在有没有？中国民航局通告提示，禁止旅客在飞机客舱内吸烟含电子烟产品。按照民航局的相关规定，电子烟是可以带上飞机的，但不能在飞机上使用。 他当时说这个烟瘾犯了，他以为不会被发现，说烟量少，感觉烟感不会报警，然后他就抽了。该航班在长春降落后，机组工作人员按照相关手续移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处理，最终付某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可以说啊，这颗烟的代价是够大的了，而且啊，这得冒多大的险呢？下面要说的这些人为了照相也是不惜代价。最近，汉中龙岗大桥旁边的芦苇荡是走红了网络啊，有大批的游客前去打卡。然而，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总会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有些人为了拍照取景，跨越栅栏啊，进入到芦苇荡里面，大片的芦苇遭到人为破坏。 有人跨越栅栏跑到你这拍照，这是被人窒息的，踩踏过后的。这里面这一层，他就把它踩坏了。 但是里面每天进去的人特别多，是吧？那这个就对他们踩的话有啥处罚措施没有？你们也只能劝离他们。你有什么想呼吁的吗？出门游玩本来是一件寻找美、发现美、体验美的过程，不要让你的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美丽的风景。接下来咱们来说个好消息，延吉市连续7年蝉联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2018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日前发布，延吉市从全国2811个中小城市中脱颖而出，位列第68位，比上年前移1位，成为吉林省唯一连续7年蝉联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城市。我们取得这个好的成绩，会对我们整个的全市上下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我们的居民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绿色、我们的生态。 我们的家庭宜居，一系列都起到很好的福利作用。据了解，此次延吉市还获得2018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2018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和2018年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称号。 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近日，安徽池州警方侦破了一起跨省买卖儿童案，成功解救一名被贩卖的女婴。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今年9月初，湖南益阳公安局在侦办系列网络贩婴案时发现，在安徽池州有人通过 QQ 群贩卖婴儿。发现这一线索后，湖南警方请求池州警方协助调查。接报后，池州市公安局立即对该线索展开调查。 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信息后，民警来到何某某的家中，发现了一名4个月左右大的婴儿。据何某某交代，因为自己的哥哥何某一直没有小孩，所以他从一个 QQ 群的群主手里替哥哥购买了这个孩子，准备收养。当时把这个小孩抱养回来，是花了多少钱呢？花了7万吗？警方了解到，何某某在网络上通过搜索领养弃婴等相关信息之后，加入进了一个叫做圆梦之家精英群的 QQ 群。该 QQ 群的群主朱某某声称，只要交钱就可以帮助对方领养婴儿。于是何某某把情况告诉了哥哥何某，而何某既未核实孩子的来路，也没有经过民政部门的任何登记手续，就与好友徐某某同行，把这个婴儿从浙江一个自称是月嫂的女人手里抱回了安徽池州。这个小孩的亲生母亲是浙江丽水人，她是因为未婚先孕，所以说迫于这个家庭原因啊，就想把这个小孩子送养给一个好一点的家庭收养。后来他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中国圆梦之家的 QQ 群，通过这个群主想托这个群主，帮他找一个收养家庭。在这之后 ，QQ 群的群主就以帮助这名婴儿的母亲找好人家为名，没有花费一分钱就从这名母亲的手中得到了婴儿，并将婴儿以7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何某某。目前，池州警方已经将该名婴儿解救，并择机将婴儿送回其母亲身边。而何某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其哥哥何某以及与其一同去浙江领回孩子的徐某某因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被池州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据调查发现，何某某购买孩子时所接触的 QQ 群主朱某某，从今年4月份开始就在网络上介绍贩卖婴儿，并从中牟利。据警方统计，已查实朱某某贩卖婴儿案已达6起。目前，朱某某已被湖南益阳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最近啊，有一句歌词非常的火，叫做“缺人过眼神，遇见对的人”。啊，这不，在安徽阜阳的一名辅警就因为一个眼神而破了案。10月6号，在安徽阜阳，一位辅警处理完火刑之后，返回途中，正巧与一辆3轮车擦肩而过。辅警一眼就认出了车上是一名网逃人员，立即下车将其控制。据了解，10月6日，在安徽阜阳，一位辅警在处理完一起火灾警情后，返回途中，警车与一辆3轮车擦肩而过。该名辅警与3轮车上黑衣男子对视后，发现该男子为网上在逃人员范某某，众人立即返回拦下了3轮车，将范某某抓获。经查，范某某曾利用网络客服身份为他人充值赌博，涉嫌开设赌场，目前已被刑事拘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下面说的这个事儿让人很气愤。最近在福建福州湖东路附近，一位车主正常行驶通过路口的时候，左前方突然窜出一辆闯红灯的电动车，双方险些撞上。这位车主啊，按了喇叭提醒电动车主，但是没想到对方突然发怒，直接爬上汽车的引擎盖，把挡风玻璃给踹碎了。他倒在这里啊！那个是绿灯正常行驶嘛？那部电动车他是闯红灯了，然后我开过去按了一下喇叭，我说你闯红灯了，然后他就开始骂我，他就开始砸我的车。当时是首先拍我引擎盖，然后我说有探头，我有摄像头，然后他就更嚣张了。直接就跳到我车上来了，然后把我那个挡风玻璃给踹一下就碎了嘛。然后我就赶紧下车，他开了电动车，我拖了几下拖不住，然后我就换手了，他们就开着电动车跑了咯。闯红灯了啊，还这么嚣张，抓到了一定要好好的处罚啊！同样是出了事故，下面这位老人的做法就真的是让人心生敬意。前不久，在江苏苏州的民警称啊，接到一位老人报警啊，自己剐蹭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请民警前来处理。随后，民警赶往现场。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事故车辆车身上有长长的划痕，车身其他部位还有被剐蹭的地方。报警的老人说，这些伤痕是他骑的电动3轮车造成的。民警在现场查看后认定，事故轿车停放规范，老人应承担事故的全责。据了解，这名主动报警的老人姓肖，今年63岁。当时他骑着收垃圾的3轮车行驶在该路段，一时没保持好距离，就剐蹭到停在旁边的轿车。肖老伯说自己收入不高，但是剐蹭到别人的车就应该主动报警，赔钱也是应该的。那不能走，那不能走。为啥呢？不能这样的，那做人你一定不能这样的。20分钟后，车主赶到了现场。让人意外的是，车主了解情况后没有任何责备，甚至放弃追责。撞了以后就报警的，然后我们到现在要通知你来的。算了算了算了，不能走啊！不要了呀。为这位老人的诚信点赞，同时也为这位司机的豁达点个赞。那接下来说的这位小朋友一定会感动到你。几天前，在河南郑州的一辆公交车在路口礼让行人之后，一名小男孩跑到了车前，把手里的一面小红旗插到了雨刷器的缝隙里，然后对车长来了一个举手礼来表示感谢。这一幕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前，公交车停车礼让行人。我亲爱的孩子，宝贝，你想干啥？把他手里红旗呢插到咱的车上了，当时心里特别感动，这是也是小朋友对我们这个一种认可，一种鼓励。叔叔已经收到你的感谢了，快走吧。爷爷，人家的谢谢还没说完呢。到斑马线了以后呢，就。 敬了个礼，他父亲老了过了马路。高速公路的应急通道在非紧急情况时是不能占用的，而江西的一位驾驶员却罔顾这样的规定，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当儿戏。 当天中午11时30分左右，江西高速交警直属8支队第8大队民警在吉广高速公路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边上停着一辆白色的小车。民警停车查看，发现几个人正悠闲地围坐着，在应急车道路边的树荫下吃午饭。怎么想到到这里吃饭呢？马上走了，我的车走了。这还没到午饭的点啊！饿了饿了，小孩饿了。这个我这马上走马上走。 在这边吃饭，这样这边不能吃饭，知道吧？把东西收起来。我跟你讲，停到服务区或者是到下了高速都可以。你在这里周围讲。据了解，驾驶员华某是从广东回江西老家的，途经吉广高速公路寻乌段，因开车开饿了，便把高速公路当餐厅，支起桌椅就吃起了午饭。随后在民警的劝说下，华某收拾好了桌椅碗筷，驾车驶离了应急车道。 同样拿自己和他人生命不当回事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员。日前，广东珠海交警在巡查时抓获了一名醉酒驾驶的司机，然而这名司机却始终不承认自己喝了酒。最终，在证据面前，这名醉驾的司机被依法刑事拘留。 当天晚上10点左右，广东珠海南湾交警在平湾1路东往西方向设卡查车时，用酒精测试仪测到一名司机有酒驾的嫌疑。发烧了37度5，还喝酒啊！刚刚下车的时候，他很镇定的是，而且我真的是没有喝酒，是吃了药。但我们看的表面上呢，也没什么喝酒的很大的反应嘛。 面对这名司机的质疑，交警再次拿出酒精测试仪对他进行检测，结果出来后数值依然破百。按正常这个洗涤水啊，有一个中药成分里面确实有种这个酒精确实有种反应的，是喝下去一吹确实有反应，但是没喝多少都没反应那么高了，应该吹出来155。面对酒精测试仪的检测结果，这名司机依然坚持说自己没有喝酒，是发烧吃药造成的。 当交警说要到医院抽血做进一步检查时，他突然躲进车内，以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为由拒绝下车。最后，交警采取强制措施，将其带上了警车，前往医院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其体内酒精浓度为119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醉驾。目前，该司机已被刑事拘留，同时驾驶证被吊销，5年内不得重考。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救援的现场。前不久，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一名中学生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被父母批评之后，双方发生争执，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双方进行调解。然而，就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这名学生做出了极端之举。你这样做是任何事情解决不了问题，有问题能解决吗？解决不了。 民警正在调解时，这名学生突然开窗，试图跳楼轻生。民警觉察情况不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前去，将学生拽住。此时，学生的半个身子已经翻出窗外。在民警的全力救援下，这名情绪激动的学生最终被成功救下。 快点，快点下来！最后，在确保学生的安全后，警方对该家庭进行了教育。10月8号晚上，江苏南通市一名年轻的男子突然倒地，幸好一名护士路过出手相救，男子获得了及时的救治。让我到，让我到！先生，醒醒！先生，睁开眼睛看看！先生，醒醒！不懂没？这是过路的市民拍下的一幕。 当时，一女子正在为倒地的男子做心肺复苏，不少好心人也在一旁协助。女子救人的温馨一幕被市民传到了网上，网友纷纷转发点赞。经过多方寻找，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好心女子。原来她是南通中医院的一名护士。当天她在下班路上看到有人躺在地上，便赶紧上前。 拍了他肩膀，我说：“先生，你怎么了？”他就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瞳孔，就扒开他眼皮看了一下瞳孔，有点散大。凭借自己的专业抢救知识，管成凤开始对男子进行心肺复苏。好在倒地男子终于有了反应，呼吸急促了。然后我看，哎，好像有点反应了，我就再继续压，再喊他。我看他们抬上去了，后来我就走了。 随后，男子被赶来的120送往医院抢救，并无大碍。院前抢救的比较及时嘛，病人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呼吸和心跳，各方面生命体征还比较平稳。我们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和评估之后，然后病人出院了。前几天，贵州安顺的一位老人在外出时不慎摔伤，手腕流血不止啊！看到了这一幕，街头的路人纷纷伸出援手，对老人展开了救助。 据目击者介绍，老人当时独自走在街头，突然摔倒后，手腕被地上的玻璃渣划破。眼看老人流血不止，路过的行人纷纷走上前来，想办法帮老人包扎伤口。给他栓起来，路人一边帮助老人止血，一边帮忙疏导交通。巡逻的民警赶紧呼叫了120。请你们尽快通知120啊！快点把这车子移开嘛！那都是救命场合了嘛，都是。 十几分钟后，老人的儿子也闻讯赶到。为了防止老人失血过多，先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即将老人扶上警车，沿途鸣笛加速将老人送往医院。你放手，医生给你处理吧，让人。因为得到及时救助，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伤口正在恢复当中。近日，浙江平湖的一位九旬老人不慎落入井中，情况危急。当地民警、消防及附近的百姓合力展开了救援。来看报道。 在民警和消防人员的合力救援下，老人成功从井中脱险。首先发现老人落井的是负责小区保洁的黄杏娟。 听着声音，你一看，哎呀，搿只声音像井里哦，那能到去一只井里，一只井里一看嘛，伊在讲，大头绕起来，老是搿台水，大娘两下家。那么我吓死你啊！那么讲那个，跑过去叫伊拉，快点拿来救呀！我叫。黄杏娟这么一叫，周边的居民都拥了过来，大家纷纷想办法救老人。同时，派出所民警和消防人员也接到报警，赶到现场。 就看到老太太整个人卡在了井口，然后头在上面，身子就相当于就整个颈部以上住在井口，还能保持整个呼吸。老太太在里面哭。由于井口太小，救援人员经过现场勘查，决定由救援经验更为丰富的消防人员下井救人。他尝试下井，我们所有队员都。 抱着他的脚，然后把他慢慢的往下伸。队员在上来的过程中，已经体力已经感到不支了，所以我们赶紧接手之后，把老人给拉上来的。最终，在多名救援人员的合力救援下，老人被成功救了上来。所幸救援及时，老人并无大碍。据了解，老人姓袁，今年91岁，就住在井旁边的房子里。当天由于不小心落入井中。 前不久，山东德州消防接到报警称，某小区有一个小女孩的头部卡到了防盗窗的护栏里。当地消防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了解到，被卡的小女孩只有5岁。当天，孩子妈妈外出购物时，将她独自留在了家中。谁知女孩想翻过防盗窗，爬到阳台上去玩，结果被卡住了。考虑到现场情况，救援人员决定利用液压扩张钳，一点点扩张防盗窗的窗框，在扩大女孩与防盗窗之间的空间后，再展开进一步救援。 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小女孩被安全救出，并无大碍。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到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 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从即日起，除了华南地区仍然有降温之外，其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回暖。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对我国的影响接近尾声。除了华南地区仍有降温外，其余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回暖，并且北方回暖更加明显。预计本周末，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等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0摄氏度以上。 不过，气象专家也提醒，北方早晚时段气温仍然较低，出行仍需注意保暖。华南地区降温晚，升温也晚，周末2天最高气温也会从目前的25摄氏度上下回升到接近30摄氏度。只有持续阴雨的西南一带，进入中旬之后，气温依然维持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东北雨雪将停歇，南方雨水则会自西向东逐渐发展。预计13到15号，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将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注意防范。再来看省内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我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为16度到18度，夜间最低温度为零下1度到4度。早晚天气比较冷啊，市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么现在啊，是新鲜美味的螃蟹上市的季节，不少人已经早早的尝鲜了。可是螃蟹虽好吃，吃起来切记要适度。这2天，湖北武汉的吴先生请好友来家中吃螃蟹啊，自己一个人就吃了10来只啊，吃完了之后左腹就持续的胀痛，经检查是患上了急性胰腺炎。 吴先生平时就是一枚吃货。前不久，他请几位好友来家里吃螃蟹，他一个人就吃了10只。餐后不久，吴先生突然感到左腹持续胀痛，被朋友送进了医院。经诊断，吴先生患上了急性胰腺炎。可以因为是一些高蛋白的、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它可以刺激胰液的分泌。胰液分泌之后呢，可能导致胰管的压力升高。如果有胰液排泄不畅的情况，就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 专家介绍，胰腺是人体重要的器官，过量食用高蛋白、高脂肪饮食会加重胰腺负担，诱发急性炎症，严重的可能出现胰腺坏死等损伤。医生建议每顿食用螃蟹最好不超过2只。从中医角度来讲，螃蟹性寒，脾胃虚寒的人不建议多吃。 我们再来看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现在，南4环路与临河街交汇已经成为长春市重要的交通节点之一。南4环路的交通压力也是与日俱增。不过，南4环下穿临河街工程的完工就将缓解这一现状。原定10月末完成的工程将提前实现通车，预计将于10月15号正式通车。 新闻继续。10号下午，一张像模像样的警情通报图在网上广为传播，说北京动物园的大象啊丢失了。经过调查，警方辟谣，该信息不属实。10月10号下午，一则落款为北京市公安局的警情通报在网上广为流传。通报称，北京海淀区动物园象馆管理员发现园区走丢一头2吨重的成年雄象，并且贴心提示大象肉质柴不好吃，希望涉事人员悬崖勒马。很快，北京市动物园官方微博下午发布消息，正式辟谣，称大象馆所有大象均正常展出，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 动物园把大象数了一遍，都在。行文中的幽默风格让不少网友捧腹之余点赞。北京警方还给出提示：冒用警方名义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是违法行为。警方正针对此事开展调查。同时敦促造谣者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这种假消息的发布者啊，实在是太可恶了哈！好在大象都在。不过下面要说的熊来了啊！近日，在黑龙江省某农场，多次有人目击一只黑熊在田间地头出现，当地居民还用手机拍下了偶遇黑熊的画面。10月8号，黑龙江省农垦859农场居民在农场第8管理区偶遇这只黑熊出现在小路上，在当地的一个水稻田里，正在地里进行水稻收割的种植户们也遇到了这只黑熊。它奔我车去了，我当时我开始了回来一下没看着，完了之后往地里一走，地里边人喊出来黑瞎，完了回头一看真是黑瞎，它奔车去，完我就打口哨跑了。据目击者描述及农场管理人员判断，大家遇到的应该是同一只黑熊，体重约在400斤左右。近几年89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变，每年秋季都有黑熊出没，希望广大农民朋友、种植户，在秋收季节注意人身安全。农场管理部门提醒，发现黑熊后不要挑衅，应及时躲避到安全区域，并向有关部门汇报。野生动物专家提示，如果距离猛兽较近，迎面相遇，应尽量双臂抱头，护住喉管，减少伤害。看完了危险的熊出没啊，我们再来看一看猴子觅食的有趣画面。近日，四川省眉山市的一处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在巡山时，发现有20多只藏球猴结伴同行，集体过河。从视频中可以看出，20多只藏球猴排成一队，秩序井然地踩着河中的石头跳到河对岸。只见它们步伐轻盈，动作灵活。据了解，秋季正是猴子们出来寻觅食物最好的时节。此时的瓦屋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猕猴桃、山核桃、野丝栗、八月瓜、冷竹笋等可供猴子们觅食，所以猴子们早出晚归，为即将来临的冬季储藏能量，以备安全越冬。下面要说的这条消息啊，喜欢旅游和穿越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近日，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禁止开展木里水洛乡恰朗多吉自然保护区到亚丁非法穿越活动，并将实施有偿救援。凉山州木里县地处香格里拉生态旅游核心区，自然景观极其丰富。其中，从木里县徒步穿越到稻城亚丁的路线，曾因90年前美国探险家洛克走过而闻名。这条路线途经的恰朗多吉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山高坡陡，地势险要。近年来，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通过多种渠道擅自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至稻城亚丁，接连发生高反、坠河、坠崖等关乎个人生命安全的事件。仅从2017年至今，就已经发生过多起游客在穿越过程中被困无人区的事件，其中2017年死亡3人，一例为高反，一例为迷路坠崖，一例为溺水死亡。今年国庆节前，又有一游客在穿越的过程中因高原反应死亡。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公告，明确未经许可在木里县境内组织开展的任何形式的穿越活动，均视为非法穿越行为。木里县将对涉及保护区内的非法穿越活动进行严厉查处，对因非法穿越者自愿请求搜救的，提供有偿救援。当地政府也再次提醒，由于救援条件有限，希望广大旅游爱好者珍爱生命，不要非法穿越。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印尼中苏拉威西省9月28号发生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印尼国家抗灾署昨天就9月28号发生的强震灾后工作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发布会，宣布将于今天下午停止搜救行动。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说，到11号为止，强震及海啸导致的遇难者共有2073人，灾区目前有伤者10679人，其中重伤2549人，受灾民众有87725人。印尼政府将从12号开始停止搜救行动，但由于灾区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状态，所以紧急状态还需要延长2周，到10月26号。由于毒品的巨大危害，世界各国都不遗余力地打击毒品犯罪。指纹是每个人独有的生物特征信息。现如今，我们经常用指纹来解锁手机、验证身份。不过，您是否知道，指纹也可以用来检测当事人是否吸毒？近日，英国的一家公司成功研发出通过指纹快速检测吸毒的技术。检测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只需把手指放在这个指纹收集器上按5秒钟，随后再将指纹收集器放到读取装置中进行分析检测，不到10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是否在最近几天内吸过毒。研发人员表示，人在吸毒后，毒品中含有的一些物质会通过新陈代谢在汗液中排泄出来，而这项技术正是通过检测分析指纹中携带少量汗液的成分，从而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吸毒。研发人员表示，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So spot checks within the military, at the roadside, and to support drug rehabilitation.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fitness for duty testing within the workplace. And for the coroner's service, it can provide early intelligence on cause of death.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these tests that are carried out every year, so the potential for use for the intelligent fingerprinting drug screening system is enormous. 肥胖是不少现代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肥胖将意味着战斗力的减弱。近日，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军人都出现了肥胖问题。 据英国媒体《泰晤士报》网站本月初报道，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从美军各军种中抽取了大约 1.8 万名男女军人进行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66% 的受访者都属于超重或肥胖。其中，美国海岸警卫队肥胖比例为 67.8%， 海军 64.6%， 空军 63.1%， 海军陆战队 60.9%。 肥胖不仅困扰美国现役士兵，也让征兵越来越难。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美国普通居民中大约1/3的成人都因肥胖而不符合入伍条件。不仅如此，睡眠问题也困扰着很多美国军人。在调查中，大约 9% 的军人表示，他们几乎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入睡。海军中这类人群比例最高，占到 9.9%。 此外，大约 59.4% 的军人表示，自己的睡眠时间低于所需要的水平。专家表示，睡眠障碍是一种会严重扰乱军人工作效率的问题，不容忽视。人类的肥胖不仅会困扰到自身，或许也会对动物造成负担。希腊旅游胜地圣托里尼岛部分道路是狭窄陡峭，无法通车，不少游客就选择骑驴观光。但面对身体肥胖的游客，驴也有点不堪重负了。无奈之下，希腊农业部近日出台新规，200斤以上的游客禁止骑驴。这是圣托里尼岛一头驴负重艰难前进的画面。 这是游客骑驴观光时的场景。根据最新出台的规定，这些驴的负重量不能超过100公斤，或者它们体重的1/5。也就是说，体重大于100公斤的游客禁止骑驴观光。此外，规定还禁止让受伤的驴和怀孕的驴妈妈工作，要求驴的主人保证驴健康状况良好，每天提供足够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以及每天至少给它们洗1次澡。 原来，在圣托里尼岛，这些小动物长期以来的生存条件恶劣，1周7天被迫长时间负重工作，并且得不到充足的休息、食物和水。而随着游客中肥胖者越来越多，驴脊柱受伤和皮磨破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年7月，这些恶劣的情况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公众担忧。一些动物保护者呼吁改善这些动物的生存环境。 近些年来，沉迷于手机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在美国洛杉矶，一些人正在尝试放下手机，换一种方式来放松自己紧张的神经。这种方式就是投掷飞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掷飞斧曾经是冷兵器时代的一种战斗方式，如今现代人将掷飞镖的规则与之融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演运动。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项工具古老、规则简单的运动，正在被一些现代人当成新的减压方式。如果能成功命中目标，并且掷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参与者能感受到极大的满足感。A hug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Did not expect it. Still think it was dumb luck. 掷飞斧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难，可能刚一开始会失败几次。 但大多数人经过几次尝试后，都能很快入门。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下班后成群结队来到这家非服馆放松自己，远离一切高科技设备，回归最原始的工具，享受最简单的快乐。其实，通过运动来解压放松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近日， 瑞士滑雪运动员安德里在一间训练室里成功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跑酷动作：吊环、蹦床、高低杠等等，都成了安德里跑酷工具。利用这些运动器材，他完成了53个不同动作。此前，安德里就分享过2段自己玩跑酷的视频，但是这段最新视频是动作最复杂的一次。 近日，埃及举办了一场赛车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一名女车手展现出了精湛的漂移技术。这名女车手名叫达乌德，来自巴勒斯坦，是赛场上唯一一位女性车手。达乌德说，她从小就热爱赛车，一开始人们都劝她放弃，因为在巴勒斯坦，人们认为赛车是属于男性的项目。 但是现在，他成功摆脱了传统束缚，可以和男性车手们同台竞技，并且受到了大家的尊重。更多国际的奇闻趣事，来看一组新闻速览。这名男子名叫保罗·巴顿，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钢琴家。 他在22年前来到泰国定居，从2011年开始，在一家专门救助生病、年老和残疾大象的机构里，给这些大象弹琴。保罗说，有28头大象经常来听他的演奏，有的会停下动作静静聆听，有的会好奇地围着钢琴打转，还有的会用鼻子去触碰键盘，好像想跟他一起演奏。保罗说。 这些大象有的曾经受到虐待，有的则病痛缠身。他希望能用自己的音乐给他们带去一丝安慰。近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一只搁浅的海豚侧着身子被困在水底的淤泥里，动弹不得。路过的一艘渔船发现了这只海豚后赶来救援。这些船员虽然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 但经过整整4个小时的努力，他们最终成功解救了这只海豚，让它重获自由。同样受到救助的还有这头座头鲸幼崽。当地时间8号，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海边，有行人发现这头幼鲸被防沙网缠住，救援人员接到通知赶来，45分钟后成功将它救出。据了解，这头幼鲸在被困过程中受了一些轻伤，但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期间有2头成年鲸一直守在附近，直到幼鲸获救才一起离开。救援人员称，他们可能是这头幼鲸的父母。接下来也有一个家伙被困住了，而他被困的原因，则是因为贪吃。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只德国牧羊犬的主人知道自家的狗狗贪吃，所以在清理撒在地上的零食时，把它关在了隔壁房间。 结果没想到，这家伙伸着舌头从门缝下偷吃零食，而且还巧妙地吃到了。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18世界女排锦标赛复赛，中国队对阵俄罗斯队，尽管对手主攻十分的强势，但是中国队及时调整战术，依靠多点进攻和高效拦网，最终中国女排以大比分3-1战胜俄罗斯女排，以复赛全胜的成绩晋级排名 F 组第2名。这也是中国女排时隔20年再次在世锦赛中击败俄罗斯。来关注青奥会，昨天乒乓球赛场，中国队收获2金。 国家队的混双新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分别在男单和女单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分别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2个项目中收获2枚银牌。文化吉林，追梦中国。吉林文投集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晴，17度到4度；白城晴，20度到3度；松原晴20度到4度，四平晴18度到4度，辽源晴18度到3度，吉林晴15度到4度，通化晴16度到2度，白山晴14度到零下2度，延吉晴16度到1度，长白山晴13度到零下1度。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